我叫李明阳，今年24岁，是一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每天规律的生活就是起床、刷牙、上班、工作、下班、刷牙、上床睡觉。哦，对了，我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就是玩手机。手机已经控制了我大部分的生活。直到有一天，我平淡的生活被彻底的改变了，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一个二维码。爱家，哎，这妞谁啊？我女朋友。你女朋友？少来了，真是我女朋友？你啥意思啊？嘿，我就奇怪了，你这下班连地铁都舍不得坐的 24K 纯屌丝，会有这么漂亮一女朋友？这女的看上你啥了？我们是真爱。这年头还谈什么真爱？哎，快来看这个。啥呀？前两天闹得满城风雨的人口失踪事件，警方出调查结果了，是一个暴力团伙做的案，他们的老大叫雷震宇，目前在逃，这不通缉令都发出来了。雷震宇还硫酸雨呢，这都啥名字？哎呀，你少开玩笑了，这个团伙可厉害着呢，绑架个人那都是小意思。哎，对了，他们的作案手法之一，下班了，我先走了，拜拜。色诱，拜拜啊，拜拜，明儿见啊。车怎么还不来啊？啊切！看来是哀家在想我。啊切！可能是感冒了。谢谢。我去，这位怎么这身打扮就出来了，吓了我一跳啊。
你让我扫这个二维码。现在的商家为了博眼球还真是够拼的呀，这都想得出来。哎呀，扫就扫吧，大不了一会儿删了它。哎，车来了，我先上车了。谢谢你的面纸。二维码扫描成功，正在加载执行者，正在释放文件，正在生成天气，正在建造避难所，正在读取升级文档。安装成功，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哟。车怎么停了？我去，这是哪儿啊？人呢？人哪儿去了？资格测试即将开始，请在十分钟内扫描 App 派发的二维码哟。这什么玩意儿？怎么关不掉啊？测试失败，真的会死哟。难不成是中毒了？哎，刚才好像有什么人。你好，请。哎，你，大哥，你想干嘛？有话好说，别过来，别开玩笑。有人吗？有人在吗？这什么情况？这个人难道是疯了吗？这刀上都真的是……救命啊！疯子砍人了！救命啊！来人啊！大哥，别砍人！没用的新人，小心呐！
我竟然目睹杀人了，一个美女疯子杀了一个矿村疯子。别杀我，我什么都没有看到，我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二维码扫描成功、恭喜您获得蓝色卡片白虎币。那个新人要学会自立，下一个二维码你自己解决吧，你剩下的时间估计不多了。喂，你什么意思？什么时间不多了？这里究竟是哪儿啊？喂，我有话还没跟着我只能让你死得更快。欢迎来到血色苍穹世界，新人。当时那把剑离我的喉咙只有 0.01 公分，但是四分之一炷香之后其实我想说的是，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叫做米兰的女孩子和我之间居然会发生那么多的故事。你还有五分钟、请尽快扫描二维码哟。哎，还是先扫一下再说吧。此二维码已失效，系统将为您安排新的二维码，请稍后。新二维码？新二维码已生成，请抓紧时间扫描哟。这么快？哎，哪儿呢？上跳下来的吗？不是吧，超能力疯子！老天，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一觉醒来就被一群疯子接二连三的追杀。我一定是在做梦，一定是，快醒过来！佳佳在等你吃饭，你快醒过来呀、还有两分钟、再不抓紧的话真的会死哟。莫名其妙的死在这里吗？我真的看见了！
张黑色卡片，朱雀锦。恭喜您活着通过测试，正式成为血色苍穹终身免费用户。好累啊。血色苍穹，这是一个虚妄的世界吗？但残酷搏杀带给我的痛苦和恐惧却是最最真实的。这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吗？可是空荡的城市，疯狂的追杀者，一切看起来都和我的生活那么的遥远。我是真的杀了人吗？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尽管我也曾向往过刺激的生活，但是以生命为代价，这太残忍了，好像坠入了黑暗的深渊。招待他们。常常想世界多么奇怪，我们要多余般存在，空洞的生活，空洞的无奈，重复着出生到说拜拜。你突然出现在我脑海，像宇宙转折接踵来，尝试不小安排，秘境从此打开，跟随陌生的未来，步步精彩。看太多是他最好的安排。一个废物新人而已，不用管他。又到了一天一次的找朋友时间，朋友已经匹配，请务必在一小时内将朋友击杀。哎，你要干嘛去？杀了他。哎，你有下载腾讯动漫 APP 吗？没空，我最近在看达尔文的进化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克伦理学。哎，我有原创作品在上面连载呢。那又怎样？
又不帮你高考加分。腾讯动漫还给了我高额的稿费哦。哼，钱又买不来知识，俗气。我缺个助手，你要不要来搭把手啊？先帮我拍两张照，我要当绘画参考。麻烦，摆这种姿势，你到底画的是什么鬼作品？你有兴趣了？并没有。哟，你有新漫画更新了。哎，这是你的手机啊？我刚只是借来用用的。那你，腾讯动漫，爱装逼的同学都在看。